好，我是香橙用姐的妈妈，今天用豆腐给大家做个美食，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样做的。豆腐不用切，用勺子压了一丝它。哪能有豆腐做什么好饭？我得这是老套，就叫地泡豆腐。都菜是拿手，你饿我不大讲卫生，不给拿勺勺子。要好的豆腐放点十三香，味道好。豆腐上打生鸡蛋。豆菜恁舅爷他会做饭哈，他说这是叫鸡泡豆腐。鸡蛋豆腐中放点蚝油，裹点咸盐，搅拌均匀。每一块豆腐上都蘸上调料和蛋液。吃这的鸡腿，吃吃生蛋，吃这玩意儿干啥的？嗯，过油的油油，油热了，把这豆腐放进去。对，主要是这个。这个锅里都不平一点哈，再一点翻上去。这个豆腐过锅的时候还不粘锅，然后热花嫩，就像那个板豆，豆腐头硬不好吃。哪里？咱们要吹牛啊！完再再倒到火里，太浪费。把韭菜倒到锅里，我这个也，挂锅是，放点味精，再放点香油，搅拌均匀。没味的一泡豆腐我吃过了，肚子不小，还得一个家。蒜香花嫩，太好吃了，多吃比打鱼打肉都真的，就使劲吃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香橙用姐，谢谢大家。